USP 激光抛壳训练模型，它的主体和大侠都有加重，重量达到了400克，而且这一款的功能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了。这个激光出厂的时候就经过了精调，已经打得非常的准。向下拨动这里呢，可以拔掉大侠，大侠的容量在8克左右。压入弹壳，最多可以装入8克左右。装填完毕，就可以插入主体进行射击。只需要一个手扣动扳机的动力，就可以射出去激光。配合这种感应接收板呢，就可以像我们视频开头一样，非常的好玩。打光会自动空挂，释放空挂，拔掉弹匣，使劲顶住这个空挂释放杆，拔掉，抽掉滑套。这里呢就是它的激光模块，可以拿出来去更换电子。我们再看一下动力来源，实际上只有一个手扣动扳机的动力来源。手扣动扳机的弹簧挤压，挤压到了极限之后呢，就会释放，释放的瞬间的力量形成了回膛加抛壳。